食晚餐 ，in and out 喺 Stockton， 仲有三個鐘頭車先到目的地今晚住宿嘅地方。感謝主，沿途都係我哋兩個輪流揸車，開心。Thank you。叫做 Shasta Lake 的一個角落，這個湖很大的，一路開去，一路開去很大，啲樹遮住，亦都係依度附近的水塘、水庫。這個 mountain 咧就叫做 Shasta Mountain 或者叫 Mount Shasta。咁我哋而家我仲喺 California， 行緊山路嘅。一路向上，翻過依個山咧，就再北上。而家仲喺加州，離開一路向北上去，呢個我哋目的地就喺 Washington State， 目的地就係 Richfield。咁仲有今日行咧就七八個鐘頭啦，去到為止，或者係依個停一停地方食飯，諸如此類休息咁樣咯。这个就是海拔3000尺，看起来好像平地。刚才我们就在4000几尺高的山翻过来这里，由 Redding 一路上山就落到来这里。这个是第二、第三个、第二个的 rest area。那就这个 rest area 叫做 Wits， 就后面那个牌了。咁啊，今日天氣好好，但開始熱。大山咧就因為個 elevation 係高啊，3000尺都唔會熱到咩出樣，但越落就越比較熱啲啦。今日依度附近幾個地方兩三個鐘頭附近咧，都係有成90几度。去到 Stay Washington 唔知道會幾多少，我哋咧會去到這個未去到。个女屋企之前咧，就会去大华99买一啲亚洲嘢，
因為在這裡買不用了，在 LA 一路帶過來，看看我去到買不買到我們要買的東西，然後才去目的地，中途一會兒吃飯吧。 OK， 先這樣，拜拜。